喂，大家好，今天是08年11月8号，对，八号。然后我们早晨6:10从 Wishoker 出发，目的地是一个 Wichita 旁边的一个农庄。去干什么呢？给大家留一个悬念，所以说到了之后大家就会知道了。现在正在以50迈的速度赶到那个村庄，所以说还需要有20分钟的路程。See you later.